我是北西，北西是我。最近妈咪收到好多留言啊，先从中学起，我也想当 YouTuber， 我该怎么做？首先要有一颗可爱的剪刀，三颗小利器，西西可以把剪刀丢掉吗？好像你什么？阿玲有说过是下黑的古虫机。不信呢，能很好的命，要带你们偷看我妈咪一整天都在冲下回。产品放这边，没人开剧场。Hello， 各位八七直播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好久不见，我是王美。哦，对啊，最近搬新家了。人家搬家，房子是越换越大，而我只是住进分租套房啦。然后隔壁的室友，对啊，没有看过，不知道是帅哥还是男女。套房隔音好像很差哦，不知道我一直那个会不会吵到室友。哦，最近社会案件很多，大家都要注意安全哦。反正我长得很安全啦。那各位小八亲们，你们有租过房子吗？像我住的这种分租套房，公共空间都还蛮大的。有饮水机啊，然后冰箱，然后还可以开火。在喝什么？你是说这个吗？瑞穗调味乳啊，就是苹果牛奶口味的，甜甜的。你也配？没有啦，就是真的很好喝啊，所以就给你们拿出来分享，我就喝给你们看。对啊，还有我昨天喝的那个巧克力口味的也很赞，那我去冰箱拿给你们看好了。啊，好痛哦，撞到了，没事没事。然后这边是房东部的公共区域，公共区域就是需要大家一起做维护。对啊，难喝的。我藏在冰箱的调味乳，怎么不见？很好喝，我才藏起来的。好讨厌！我不是为了要业配，是真的不见了。所以业配这里是什么意思？事情是这样子的，我刚搬来，然后也不认识大家。我觉得贵重物品放在公共区域，难免会怕怕的。我放冰箱也有写名字或者是做记号啊。哎呦，真是的。你要再买给我一罐？不用啦。你不能太小气了，好歹要买一箱。不太好啦，我不知道怎么回礼啦。要直接买一箱送我？哎呦，真的不用这样麻烦你们啦。我买一箱直接躲那一间房子的款。好不好？大家都知道我小鸟胃。还有一半哎，放冰箱冷藏好了，一定是我放在门边边就很容易被拿走，放到深一点的地方盖住，才不会被人家偷偷喝。好啦，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哦，谢谢抖内我。拜拜。美美脸脸，我看到石头。叫妈咪出门，明天让客厅出掉，这个遗留在地面上巧克力奶的痕迹，简称巧克力奶机。对面房门内传来一阵比白雪公主还北西的笑声。那个，他觉得不知道我藏在哪里呢。什么？这个冰箱也太严格了吧！上牙是印刷，长方形，有点正厚，也有点长曲，这根本就是我们家的冰箱。难道哈哈是偷奶的凶手？我住的房子旁边住了一个女的，一天到晚都在跟枕头讲话。枕头？难道隔壁住的是？只要想到我奶便再喝到，我就觉得很受伤。而且我咬吸管的习惯，怎么会被拿走呢？到底是哪个白痴？好凶啊！瑞穗调味乳好喝到不愿分享。试看试看，再一个好了。Sorry， 再一个。然后，像是，对啊，对啊，小。
哦，没有啦，就是啊，那时候我就想说，就是就是很好喝，所以开开。